第一次，然后速度好快，从上车到达，跟他那个标准是一样的，40分钟左右嘛，一切很顺利。我是4年没有回来了，买机票赶回来呀，在一直在等这一天呢。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是国内唯一陆路对香港和对澳门同时开放的口岸。我们将充分发挥口岸24小时通关的优势，精准落实以类移管后移民管理政策的优化措施，开足开满边检查验通道，迎接通关后来自香港和澳门两个方向的出入境旅客和车辆，便利粤港澳三地人员交通运输工具往来，促进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